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。当冰雪遇上炙热，当伟大被书写，让我们在这个冬天为热爱燃冰雪，在这场属于冒险者的勇敢游戏里，为青春赋能，为荣耀极限加速。我们都渴望征服来自骨子里的酷，贴地滑行是追逐梦想的速度，也是探索自然的艺术。接下来跟我们一起看冠军护卫队员们用双脚丈量世界，在滑行中迎接挑战。在本期冠军对冠军的节目中，即将登场的体育项目是单板滑雪对滑板。当单板滑雪遇上滑板，两项运动均以技巧著称，动作的难度和技巧是两项运动的打分关键。下载百视 TV 收看更多独家内容。他是国内单板 U 型场地男子头号选手，他在索契冬奥会上完成最高难度动作后一战成名，他就是亚洲一哥，2014至2015赛季单板滑雪世界杯年度总冠军张艺威。滑雪是非常热门的运动了，但是呢，大家对于滑雪的知识文化还不是很了解。冬奥也马上来了，那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，能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项目。我是中国滑板运动员潘佳杰。自学成才，仅用5年练成国家冠军。他看似不务正业，却独自坚持，一步步实现梦想。他就是2020年全国滑板锦标赛冠军、00后大乱王潘佳杰。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，肯定是跨项挑战，突破一下自己。刚好冬奥会也快到了，借此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加油。本期节目中，冠军护卫队员们来到智取威虎山的取景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这里拥有天然优质的雪地资源，每年雪期长达7个月。在雪上飞驰的除了青春和热血，更有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好愿景。嘎嘎冷啊，有股小时候的味道，温度比较冷，踩雪的时候呢就嘎嘎的响，所以嘎嘎冷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哦，这个就是冠军护卫队员们，他们将在这里用单板滑雪和滑板两项运动开启全新的体验之旅。接下来，冠军护卫队员们将在夏奥队冠军潘佳杰的带领下进行滑板基础训练。好了，今天就来到我的主场了，就是滑板。这一块板是特地给威哥准备的一块板。哇，这个是给我准备的。对，因为这块板没有意义的，就是从我开始比赛比到现在都只用这块板。它上面有一个图案，你们看到吗？就是一个龙，这个龙也是我的生肖。哦，你属龙的？我的天哪，比我们俩小一轮，比我们小12岁。哇，这么夸张啊。谢谢。既然到了咱们的主场，你得打个样给大家看一看。那我就给大家热身做几个动作吧。对，先看你秀一下。OK， 那我就主要玩那根杆子吧。好了，我要做一个难一点的。
这个尖翻。这个叫尖翻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么成功的翻。我做个大乱给你们看吧。大乱，这就是大乱。他站在任何的板子上面，他都属于有一种王者的风范在上面，毕竟是大乱王。滑板以自由、勇气、不惧失败的特点，被称为世界上最酷的运动之一。对于动作的精益求精，是玩滑板至关重要的因素。今天看到潘佳杰展现出了几个动作。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啊，我一直都想学，但是我真的是属于碰不着边了。然后这个练熟了就可以变杆子啊、哦、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 OK 来了 okay, okay, 这个应该是运动员必须要训练的一个 OK。像我们每天都要去训练这些稳定性、肌肉的平衡啊、哦、这样子的状态才是达到最佳。我先、哦、加油加油。哎，六六六六六啊。哦哦哦哇，好难啊这个。我这个球比我想象的软多了。对，它软。这个会更难一点。哦，比平时的这个有点小啊。哇，我只在杂技里面看过这个，一般都是耍猴来的。帮我披个猴头在头上。这离得有点远啊。我也觉得离得有点远，我也觉得离得有点远。行了，来了。感觉他好轻松哦。哦，我已经出汗了，如蜻蜓点水。出汗了。哦，哇哇哇哇！哦，哇哇哇哇哇！我尽力了，各位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哎，要不然要让一威先试一下吧。没有，我不用热身。哦，我一般都是直接来的。这样，我一般都是直接来的。你要让我热身，让我热身，我累了一会儿我就赢不了了。你得适应一下呀。啊啊啊啊！前进！哇！前进！哇！前进！哇！哇！哇！这也太快了吧，趁他不注意我就过去了。原来有战术的。来，孟哥你要试一下。我要试一下。这个好太软了，这个就有点不太敢跳啊。你哇你哇你哇稳住。哇、哦、给我逼个音啊。我我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点一点一点。哦，这不能跳太高，不能跳太高，不能跳太高。不是，我慢的很小。我这个太软了。你看我刚才就是趁他不注意，我就过去了。还趁他不注意，我怕我注意不到。我剩下来交给自己。好 ，OK，OK。OK, OK得卖的，得卖的。有钱了捧个钱场，没钱了捧个人场啊！哐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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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。感觉他比我快多了。哎哎哎！但是你腿歪了。可以。哎哎，也可以。哎，这得慢点啊！好热，慢点啊！
这稍往前蹦一点是吧？对，你要弹还是上？我得试一下这弹力到底有多弹。我要劲儿使大了，我一下你们看不到我了就。那很有可能。啊，得使点劲儿。是吧？嗯。不容易。OK，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就是滑板训练。OK， 来吧，你得教教我们基本动作。先教你们滑行，上课了。最最最基础的。OK， 滑行，先把我们的前脚放到这四颗钉后面的两颗钉这里。假如你踩太斜的话，就很容易你一滑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摔了。所以就这两颗钉把它踩住。咱们滑的时候，后脚要往前蹬的时候，前脚稍微重心压在你们的前脚，这样子，然后就上去。然后再把前脚挪回来，对，这样子就会方便你们去转弯或者什么。对，可以的，你不用练，对，你得教我点东西啊。对啊，你奥利都可以。威哥的滑板技巧确实有惊艳到我，他居然能完成一些街市上的动作，确实是没有想到的。咱们来再试一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的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可以，就这样，可以了。佳杰不光会滑，他还会教，他知道滑板的原理，告诉完我，我就知道怎么样能做到，只不过就是练习就可以了。好不协调啊！我朦胧得好好学学，就我给他当助教吧，好吧？对的，这是你的前脚踩这里，蹬板的时候要把重心压在你的前脚，蹬板的时候压你的前脚，压在前腿上，哎，哦，对，压在前腿上之后稳了之后，稳了再动的，稳了之后再后脚再踩到板上。孟哥已经，他们已经滑起来了。其实就像滑雪、滑单板一样。我再试试，前脚，慢一点点，再把前脚挪回来，对对，然后你的起来，然后现在回去再试一遍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对，就这样，可以，就这样，可以了，没错，好，撞了。真的感谢 EV 还有佳杰，他看到我的那个状态可能也不是很好，也很着急，他就偷偷给我讲这些小课，在旁边就很耐心的给我讲，到后来我可以站在板子上慢慢滑过去，被自己感动的想哭。我想让那个佳杰教我这个 nollie 一百八，这什么怎么做？哦，跳起来一百八，肩膀没转。对，肩膀没软，我下面我也踩的不太好。然后你给我示范一下，你要先转肩膀，教学一下。对，先转肩膀，干脆利落，这就看你踩的准不准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得踩准。哎哎哎，踩准。哎哎哎，在潘佳杰的教学里面都是特别初级的，我是可以做到的。其实我想做一些奥利跳台的动作，再问他，然后有没有其他捷径窍门，然后能那个快速的掌握这个动作。他也给我了一些小 tips， 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个动作。差一点，有点感觉。来，现在开始教你们进阶训练，会有点难度，挑战要来了。先看佳佳秀一下，再来简单一点。哦哦，板头收板，可以这样的试。嗯，就先把你的后脚下来，然后前脚踩一下就可以了。前脚踩一下，对，踩你的板头，就翘起来那个地方，踩这里。
踩死了已经，踩死了已经。不回头肯定更帅、啊，留人。嗨，朋友。没站起来。我来，我来。很接近。OK， 现在教你们比较好玩的一个动作，翻板。这开始放招了，用你的前脚脚尖去踢你的，踢的时候就跳上去，对，踢的时候就跳上去，踢的时候就跳上去。哦，我可以了。对呀、啊，可以的呀。对我来讲，单板在空中还可以变换一下，想想哪块先落地，但是滑板就不行，滑板等你已经落地了才想到啊、哦、我摔倒。好了，学会了，不用断。我发现这个可以要一只脚先感受一下。也算成功了，因为之前我做这个时候崴过脚，我就有阴影。我觉得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就是用你的前脚，然后踢的，对，然后你踢的时候跳上去，踢的同时人也跳起来了。对，来一个，哎，同时跳起来。对，好，看着。好，可以住，可以，可以的，来吧，展示，展示，哎，下一个谁来？哎，你去那边吧，你去那边，往上跳，往上跳，不是，对，往上跳，往上跳，哎。哎，非常可以，非常可以。他是不是一个脚上，他是两个脚一起出的。你已经绝杀了。就是我在中间，我自己在练有些动作的时候，佳杰在旁边保护着我，心里还觉得挺有安全感的，也不害怕摔倒了。原来很酷很酷的滑板男孩，也是会很细心的去教一个新手的。首先第一点，我觉得对于朦胧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滑板来说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真的。朦胧虽然他就是可能学的比较慢一点，但是敢去尝试每一个动作，他也不怕摔，他摔了他也说没事。还好吧？没事。通过训练，朦胧有很大的进步。他在之前有很少的运动，但是他的优势在于有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精神在里面。经过几项滑板的基础训练后，冠军护卫队员们对滑板的玩法已经有了初步了解，接下来一场滑板大乱斗将来验收他们的学习成果。冠军护卫队员们将进行重新分组，滑板表现较为出色的孟鹤堂与周露拉加入夏奥队，赵文卓与于朦胧则加入了冬奥护卫队。接下来，他们将与各自的项目冠军一起迎接挑战。好了，我看大家都练得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开始 SK8 大乱斗。滑板大乱斗规则：猜拳定胜负。胜方优先利用滑板动作出招，出招成功后，对方模仿滑板动作接招。出招方有两次机会，接招方有三次机会。接招成功后可以继续出招，接招失败则比赛结束。石头剪刀布，我们赢了，你出招，我们出招。那我就出一个难点的吧。啊？过一个这个吧。滑行过这个，真的 啊那我再把这个杆给你摆过来吧。
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孟哥，注意重心，注意重心 ，OK。对准，对准，重心，重心。OK， 好，来，左边应该 OK 的，对。速度太慢了，冲不过去。可以了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次速度就知道了，就知道蹬多少速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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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那蒙龙出啊？我出啊，那我就出这个吧。使劲跳，使劲跳，保护你，放心的。啊！哦、可以可以可以，孟哥来吧。来，哎呦，刚这个起板呀、啊！哈哈哈！哎，不好意思、啊，这个贴的太多了。啊啊！是吧？啊啊！成一个好吗，孟哥？成一个。那就是我们 S 了。OK， 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去练出这么多动作，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相当不错了，相当的努力。谢谢大家的鼓励，我为你们鼓掌。在滑板大乱斗中，冠军护卫队员们都展现了超强的运动天赋。接下来，他们将前往雪场，当滑板换成滑雪板，在冬奥队冠军张艺威的带领下进行滑雪基础训练，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。哦，我觉得训练之前呢，是不是啊，应该有一个冠军展示 ，Q 一下。下载百视 TV， 收看更多独家内容。在雪地上进行速度、跳跃和滑降的竞赛运动就是单板滑雪，搭配上空翻、转体等高难度技术动作，具有非常强的观赏性。哦、视觉冲击很强，就是确实很燃，非常自信，而且很帅气。他做了个空翻，我的整个毛都炸起来了，肺也疼。咱们今天做一点这个基础训练，也当热身运动了，好吧 ？OK。然后大家把板子穿上吧。好，好 ，OK。这个穿板有什么技巧吗，老师？先穿前脚，右脚前先穿右脚吧，左脚前先穿左脚。朦胧不知道哪个脚在前，不知道哪脚在前。你打过粗溜滑吗？打过。打粗溜滑的时候哪个脚在前啊？好像是左脚，那就先穿左脚。左脚，左脚是前脚。在准备穿戴单板滑雪板时，需要先确认自己熟悉的站姿是左脚向前还是右脚向前。脚踩住雪板后，将雪板固定住，将前脚插入鞋套中，鞋套上有两条快扣，将之扣紧，不要有太大的空隙，以免雪鞋在鞋套内滑动，使得腿部动作会有误差。OK， 大家试着在原地站稳。怎么穿上就不行了？加油！一只手抓着前刃，加
一点。孟哥，男人的尊严和底线呢？男人的尊严和底线呢？哎，在这里。那大家看着我，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咱们这几项基础训练也是在板上所有的一些基础动作。咱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，咱们前后刃的这个压力练习啊。咱们压前刃的时候，重心点放在你的前脚掌上，然后你能让你的脚跟空下来啊，腿压在你的鞋舌上，然后向下蹲，向下压，垂直向下压，垂直向下压。OK， 然后是后刃的啊，让你的脚掌空下来，所有的重量重心都压在脚跟上。好，再压蹲一。二，然后再压蹲一。二，然后。OK， 这就是压多了啊。来，还有三次。OK， 第三个类型动作是左右转移的动作。前蹲的时候，先把重心戳到前腿上。咱们这个在坡上转换重心是这种平移的方式。OK， 那再教大家一个动作。好，来，来一个板头平衡。好 ，No stress。单板滑雪平衡练习，练习身体平衡及身体重心转移，这是练习所有跳跃动作的基础。前半身往你的板头上倒，往上倒，倒倒倒，一直在倒，一直在压，然后呢，缓缓的去保持平衡，好不好？胆子要大一点啊，胆子要大一点。哦哦哦，压过去。哦哦哦，哇！哦，帅帅帅帅帅，使劲往那边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使劲往那边压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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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太考核心了吧 ？OK。最后咱们就转体的方式啊，身体带动咱们雪板起跳做转体。单板滑雪平地转圈练习是进行练习转向动作的基础，突出利刃一时，脚下就不容易打滑。 OK， 咱们先用我们的头肩宽起跳带动旋转。你这直接一百吧，直接一百吧，我觉得佳杰可以直接360，来一个。什么叫运动员？这就叫运动员，对不对？我要试一下。挑战一下，哦哦哦哦 ，good， 啊，我要试一下，来，可以可以，这是270，270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单板滑雪外转横板练习，外转横板练习的技巧是在空中转体，回原来的方向落地，这也是在平地转圈所需要的技巧。我们上半身要朝前方，身体不动啊，板子转90度。OK， 咱们的这个基础训练就结束了啊。然后大家拖了板子直接去滑，好不好？终于到这个环节了。在冬奥队冠军张一维的指导下，后卫队员们已经掌握了单板滑雪的基础动作，接下来他们将展开一场滑雪竞速赛，体验在风中追逐、雪上驰骋的自由和快乐。这是一场竞速比赛，所以说咱们会滑的咱们就冲直线往下冲。佳杰先展示一下，
服。哇！OK， 这个佳杰是那个用那个前后刃换刃滑。哇！然后咱不会滑的，咱们先推坡好吧？哦。单板前刃推坡是单板滑雪初学者必须掌握的技术，也可以用来调节滑行的速度。由于冠军护卫队员们接触单板滑雪不久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将从最简单的推坡来进行比赛。好好平衡，哎，好，很好平衡。哎，小心别卡前刃。好 ，good， 非常棒。OK， 我们的比赛正式赛马上要开始了。滑雪竞速赛规则，护卫队员自选滑行方式向下滑，例如推坡，统计双方队员滑行总时长，时长短的获得胜利。咱们佳杰已经在下面给大家计时了。OK OK， 那双方先准备一下，哪一个人先出战？好好，那我们得商量一下，先商讨一下。那我先吧，九哥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咱俩同时吗？可恶！哎，你俩让是谁呀？我呀。套路哎！哎呀，来，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就是他啊。好，那咱们第一组现在开始准备吧。好。OK， 来。谢谢。来。大家各就各位。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，他就是单板滑雪的运动员，而且还是国家队的，他滑得很好的，他参加过冬奥会。哎，听我口令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哇！他俩一起摔倒了。太艰难了，快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，而且还是国家队的。我的天，怎么了？我不优秀吗？哎，我学会了吗？不是，为啥他一看到也得摔？他看他摔倒之后，他就会摔倒。天哪！我的镜片都摔掉了，一定要集中精力。快，直板向前冲！哎。朦胧还是非常拼的，非常棒。你像他应该是平常运动比较少，所以他参加这种节目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跳过了终点。搞定，
太难了，好多大屁墩儿，摔死了。来吧，手哥，来吧。露拉一上手就知道，哦，穿着自己的装备来的，自己的鞋就是，哦，这个是滑雪单板爱好者。卓哥也很会滑雪，我想要看他有没有一些很厉害的技巧展示。来，双方队员各就各位，听我口令，三二一，开吧，一开吧。哇，露拉还跳了一下。哇，咬得很死。当时可能也是重心有点不稳，我就赶紧换了个刃，所以说就减了速。减了速，卓哥就一马当先，绝不手下留情，就直接把我给超了。翻车了！毕竟还是习武之人，身上有功夫，而且核心能力啊各方面都特别好，轻敌了，恕我轻敌。哇，这个赵文卓老师简直了，后面越滑越快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过比我先进终点，太厉害了。因为我想着我摔我也得摔过终点。我来公布一下成绩啊，1分23秒92，1分33秒18，但恭喜你们。哦哦啊！哎，这个我们就让着你们了。对，对，赵文卓老师让着你们。来，六六六。当你不断挑战自我的时候，青春就有了无限可能。极限加速的一天结束了，会队员们早已饥肠辘辘，来到了东北，少不了就是品尝东北特色美食。找吃的，找吃的。因为我们俩作为东北人呢。一定要做一下地主之谊，给你们找一家特别有东北特色的一家菜，保证你们嘎嘎香，吃了一回还想来，嘎嘎香。就是你看，你看这个场景有没有一种过年的感觉？这儿的氛围很好。哎，闻没闻到？门口大锅，热气腾腾的，那是什么？铁锅炖大牛，威虎山啊。下载百视 TV， 收看更多独家内容。哇，冒热气呢，真香，嘎嘎香。哎，菜都上齐了，是不是还缺点什么？什么呢？呀，哟，在我们东北呢，大冬天的呢，必须得整口酒。哎呀，暖暖胃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好酒。嗯，泸州老窖1952。大家尝尝。好嘞，来先倒上。我喝黑加仑汁儿，你喝这个泸州老窖，咱们一醉方休。来，朋友们，好酒好菜好朋友，欢迎两位冠军来。然后呢，也希望以后我们常联系。常联系，好嘞，嗯，有时间咱们一块玩。好嘞，肯定的，会有机会的。辛苦了，辛苦。啥也不说，都在酒里了。我觉得就是，无论是。单板滑雪还是滑板，就是现在呢比以前的条件好太多了。嗯，是的。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年轻的运动员，年轻的那个孩子们参加这个单板滑雪这项运动呢，就有很多辅助性训练，他们可以一点点的进步，根本就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。如果就是伤了都是什么伤啊？小伤多，也不会说一伤就是大伤。所以我还蛮开心，滑板进入奥运会的，就会对，
更改家长对滑板的观点。对对，因为以前家长就会总觉得很危险。对，就是不管是单板还是比如说滑板，其实危险性有吗？有很多的危险性，只不过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。那怎么注意呢？就是做好防护。而且现在还有一个，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。你比如说佳杰，佳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还是小孩儿，他就是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代，零零后了。零零后，然后他能得到这么好的成绩，对于我们来说就应该是骄傲。因为我们的拿我们国家来说，这一批孩子起来了，然后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也强起来了，不管是什么运动。这个冰雪主场荣耀满杯，好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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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你们后面的游戏比赛也同样精彩。好 OK， 谢谢。经过一夜休整，冠军护卫队员们又能量满满的出发了。他们将通过一场接力赛，为接下来的各自的冠军对决赢得有利条件。下载百视 TV， 收看更多独家内容。我们的模赛马上要开始了。我们赢得这次胜利的话，肯定对我们是有利的，就是得为我们的冠军多赢得了一次离冠军更近的机会。为了我们冠军啊，我们护卫队员肯定是的，一定要拼啊，拼搏精神。最重要的是过程，拼搏努力。大家看到后面的草地了吧？看到了，上面有四个旗门。热到沸腾接力赛。滑雪场地从山上到山下共设四个旗门，双方队员从山上滑下，穿过旗门，穿过几个旗门就获得几面旗子，未穿过将不获得。到达山下，将对应数量的旗子拿到后，跑回起点进行接力，在限定的十分钟内得到最多旗数的队伍获胜。一二三，加油！勇往直前，耶！我和佳杰还是同样不参赛，但是呢咱俩互相监督各自的队友。最刺激的环节，心肺功能的考验。好紧张啊，我想往下推一下找找感觉，一直还没找找感觉呢。马上开始了，第一棒，第一棒，拿旗拿旗，四面吗？四面旗一起要拿上去。哇，不行，加油！最皮的就是孟鹤堂，也算是比较小白，他往前冲得很猛，他也不怕摔，摔了之后就蹭啊蹭啊，然后就跑到终点。孟哥，两个脚用力，太难了。我摔死了，快压后跟，压脚后跟，好了，太慢了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钟，我再回头看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分钟，加油加油，快快加油加油加油，三面冲冲冲冲啊，使命跑Go。
加油，我走了。是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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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朦胧加油！加油！出发！路拉还跳了一下，这几下利索呀！加油，陆大哥！挺快的呀，快的啥的。很快很快，他超级快，超上了。哇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后面越滑越快，他完全会滑，所以说。